老流氓，敢欺负我青青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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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你这不正经的老流氓，你这样做对得起你儿女吗？还有你青青，不要脸！我们村里面那么多光棍，你不喜欢我还有支出啊？干嘛要吃这个老腊肉？你看他都半身入土的人了、啊，他都可以当你老爸。叮叮叮，爸，你没事吧？哎呦，二哥，天王爸。爸，我真的不知道是你老人家。青青，怎么叫上爸了？他就是个老赖。二哥，都滚！好，我滚，我滚。爸，青青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这么倒霉。啊阿里好漂亮。大宝，这女的是谁？我女朋友啊。啊？你女朋友？那就不是我们村的了。拿你健康码来看一下。阿哥，你什么意思？阿哥，什么意思？拿来看一下。有人。大宝，你跟你女朋友怎么认识的？哦，搞了半天你就是为了这个事啊？对对对对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是人之后你要跟我一直猪八腿哦。好好好，像我这老实本分的人你放心，快说快说。哦，我俩是在案子上认识的，想了几天觉得合适就出来见面了。网恋？你不怕被骗？二哥你说啥呢？再说了，我大炮有啥好骗的？里面都是真心想找对象的女生，而且爱聊用户都是通过真人认证的，对男性很友好，剩下优先匹配一公里内的单身美女，女生长得好看不说还热情，不用加好友就能聊，还是她主动找我聊天约我出来的。我就觉得大炮人挺好的，我就想进一步了解他。你这么好事怎么不早告诉我？那你现在不是知道了？记得我的猪八腿哦。好。大炮，哎呦，大炮，二哥，太感谢你了，来猪八腿，恭喜恭喜。舅公，好久没见你了，还是这么帅。那当然了，十多年过去了，你看都长那么大了。舅公，快点叫舅公，我给你发红包。舅公，我可是你二哥。我宁愿单身，也不给你当孙子。男人，男人，不要对抗。你还想？